警察，跑，快跑！
干什么？哥，又点上了。妈，战斗刚结束吗？嗯，今天休息了。你昨晚几点回来？3点多。啊，跟嫂子还没和好呢。彤彤昨晚打电话来说想你回家，你就跟嫂子道个歉呗。我这挺忙的，一会儿还得开会呢。哎，过来哥。啊，哥，今儿可周日啊。 都没来了啊！来坐吧。啊，哎呀，哎，不是，那个行政处长，我看完了，啊，节奏挺紧张的，挺好看的。哎，谢谢。哟，小兰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刚才摔了一下。哎呀，还是年轻啊！啊，《疑云迷踪》你看过没有？哦，没看过呢。哟，这本书也挺有意思的。 博士，您不是研究化学的专家吗？怎么会喜欢看行政小说呢？你是一个松快递的，你怎么能研那么喜欢行政小说呀？好看呗。<笑>你这不替我说呢吗？<笑>对啊。<笑>年轻人爱学习，多读书，这是好事啊。来，哎，谢博士。哎，其实我呀。 一直想做个警察，但是年轻的时候没好好读书，所以年轻人有梦想，那就是好事啊。博士，那您的梦想呢？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，那就大了去了。这段时间在我们辖区接二连三。 发现新型毒品火冰，这是一种极其容易让人上瘾、危险极大的人工合成幻剂。今天上午，在我们辖区发生的砍人事件，行凶者就是服用了这种火冰，才产生了很多人追杀他的幻觉。 上级要求我们加强侦查工作，找到这种毒品的源头。
上级通知提醒我们，特别是注意城乡合作部，尤其是城中村。城中村的治安情况，对强制戒毒后复吸的人员，对各种娱乐场所，特别是夜场，我们要加强监管。所以，今天下午集中清查行动，取消休假，全员参加。蓝海，走。大家分头准备吧。不好意思，慢点。到底怎么样了？蓝海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你可以当我是透明的，可你现在，你连彤彤也当是透明的了吗？我没有。没有。现在几点了，你才来？这不开会吗？开会，开会，你天天都开会，你休息也开会。那临时通知的嘛，这会没有你就开不成了。你当了警察八年，你现在连个队长都不是。我爸下午没人照顾，我今天必须得回去。今天不行，一会儿还有行动。行动，行动，行动！你对家人付出过什么行动？就是使用高科技的手段，把秦始皇的钻戒给盗走了。秦始皇那会有钻戒吗？不管了，算他有吧。然后，盗贼沿着暗道一直跑，暂时休会。喂，哥。这样。你一会儿过来一趟，帮我陪一下彤彤。哎，哥，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你哪那么多废话，赶紧过来，我一会儿有行动。什么行动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赶紧过来。好好好，不问不问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要快啊！不问就不问呗。今晚有行动，今晚有行动啊！待会儿你们去到现场。醒目点儿，机灵点儿，听到了没有？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哎，还是算了。你们啥也不会呀？啊？你们能不能正点气？啊？平时多看看书嘛。我还是得带上我的得力助手。散会吧。今晚有行动，今晚有行动。
报礼了。你们两个去那边。你们两个去那边，蓝海，你们跟我走。刘总啊，我让蓝天去了，我真的在执行任务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啊，挂了。哎，队长，谁打电话的？我媳妇打电话，家里有点事儿。注意纪律啊！南海，你去三号门守着，只许进不许出。去检查一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过来。放心，他黑龙江出差去了。家里住几口人啊？五口人。啊，有没有什么生日来过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好，那注意安全。好的。如果要是有什么异常的话，及时向我们报告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好，不客气。好，谢谢。好。三海。喂，嫂子。哎，彤彤睡着了，我出来找我哥。我哥说有行动。哥，你干啥呢？
你怎么来了？你不在医院吗？啊，彤彤睡觉了，我是来找你回去的。哎，你说你多久没看过他了？他想你都想哭了。你赶紧回去，彤彤身边不能离开人。你还知道？那你赶紧请个假跟我一起回医院。你别啰嗦啊，我这执行任务呢，你赶紧回去。你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啊？不就一个破行动吗？一个破门，就要你看。有点事儿，没告诉你吗？执行任务呢，赶紧走。你是不是当爹的？跟我走。你走不走？滚。好，我走，我走行了吧？猫病房暂时没有人住。队友，啊，好，那我们收队。喂，操，有风。老婆，是他，他勾引我。不，是他，是他主动勾引我的。呸！你不是你老公上黑龙江了吗？他不是我老公。哎。大哥，我今儿真没动他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一边去，脱衣服。不，是他勾引我的。脱呀，快脱呀！你他妈混蛋！大哥，我不介意。我一边去，衣服脱了，快脱呀！你混蛋！下去就打死你！快！封路了，不许任何人出入。收到，来到这儿，好好别去啊！站住！哎，小心呐！
年纪了，一点都不成熟。人是在你手上跑掉的，你怎么解释？他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抓的独狼。独狼？行动太失败了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以你的身手怎么可能就会让他轻易的跑掉？你在想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呼叫支援？孙书记，行，你先出去吧。他就是蓝海。对。通知某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毛毛躁躁的。不是，经理，我送快件去了。哎！小兰啊，我看你最近挺忙的。我还好，我就忙着看您给我的书。今儿到我书房，咱们好好聊聊。哎，小兰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小兰啊，我这也算是你的大客户了吧？那当然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啊，不是我给你放地下。哎，好嘞。小兰啊，这个急件麻烦你给我送一下啊，就在市里，很着急用。我看呀，你就别拿回公司分拣了啊。我看你正好顺路，也不太远。当然了，钱我会照付的，你呀就充当帮我一个忙。啊，别别，不是，帮您送东西，我怎么能收钱呢？哎，不收钱，这个忙就帮不长久。我呀，还希望你以后经常帮我送件呢。那这样的话，还是走公司的吧，不然会违规的。哎，你不说，谁知道啊？行吧，不是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呗。但钱还是算了，您什么时候需要我，我就什么时候去送。那这样吧，我送你一些上品会的消费卡，啊。这个件呢，就按照我给你的地址直接送过去就可以了，不用签收，小心点，丢了可就麻烦了，啊，辛苦了。啊，不是，您别客气，我一定帮你送到。那不是，我先走了。
你到 A 座一单元，用钥匙打开1503邮箱，然后把这包东西放进去。哎喂，博士，啊，搞定了。哎，不客气。当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哎哥，休息啊！你这几天有去陪彤彤吗？喂，博士。哎，好，马上到。哥，我有事出去一下，你要是休息的话，多去陪一下彤彤。知道了，嗯，走了。博士，托付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博士您放心，我办事绝对负责任，我完完全全是按照您交代的，分秒不差的送到。好，小伙子有前途。哎，对了，博士，为什么我每次送都没有收货人呢？老是送到那个小邮箱里边。他们都很忙，他们是搞科研的，怎么会因为你这点送货时间耽误他们的事情呢？所以啊，才让你帮忙。这次来是有点东西要送给你啊。哦，右边那两本书是送给你的，那可是国外版，国内没有的啊。不是，太谢谢您了。哎呀，你真的对我太好了。我还得替我那帮老朋友谢谢你呢。喂。哎，好嘞，马上到啊！不是，我有个件要收，我有空再来啊，我先走了。大哥，救他！我看着他放的。哇！货呢？货呢？抓错人了，我是管理员，什么货呀？
右边的两本书是送给你的。这小子跟林超还真有点关系。别动！警察！我操！鉴于蓝海同志工作失职，严重违反行动纪律，经党支部研究并报分局党委，给予蓝海同志停职检查处理。蓝海啊，你也是算得老同志了。上次在你手里跑掉的这些嫌疑人，这次在你家里出现，现场又发现了这些毒品。在你家里发现的这些毒品，就是最近闹得最凶的火冰，你怎么解释？你怀疑我？这么些年，我拼了命的抓坏人，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？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在你手里跑掉了两次，单就这个不说，就是在你家里发现这些毒品的重量，要不是全队的警员联名以及教导员和我的私保，你现在不只是停职这么简单了。组长，我还有，你弟弟涉嫌贩毒，现在已经被通缉了。蓝海，你去做个交接吧。来插播一条本台刚收到的消息：1月25日，我区公安机关在霞光区龙城街道祥和花园清查新型毒品行动中，发现某单元藏有新型毒品火冰。这种新型毒品具有较强的隐蔽性，吸食者一般由于在吸食后会出现幻觉、极度的兴奋、抑郁等精神病症状，从而导致行为失控，容易造成暴力犯罪。公安机关怀疑有人利用快递渠道运送毒品，目前正在对涉事的快递公司进行调查，同时将加强对实名制快递的监管。公安机关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提供有关线索，可拨打110报警电话，公安机关将依规对举报人进行奖励。Thank you.
在医院后面的公园等你。宰了你！告诉我书在哪里？书？什么书啊？过来！白博士的书啊！快说！白博士，你说的是白教授吗？是。带几个兄弟也要上车，带走。走，是。手机里的视频看看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女儿在哪儿？小朋友在医院里太闷了，我带她出来玩玩。你只要照我说的做，不耍花招，保证她平安无事。哎，对了，我这人有时候记性不太好。万一忘记把小朋友忘在什么地方找不到，就不好了。好，你说，你说。手上拿着这个手机，保持通话。走到对面的那辆黑色的车。现在把你自己的手机丢到后面的垃圾桶。打开车门。车启动。你是谁？我女儿在哪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手不要乱动哦。小姑怎么找不到的？好，我听你的。
电箱里有个 DV。现在好像不到12小时又要做透析了吧？你说，要做什么？很简单，你拿着文件，开着车送到我指定的地方，就能见到你女儿了。能不能见到你女儿，就看你的了。好，如果你听着，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保证。让你和你的这些货一块儿完蛋。你放心，只要货送到了，保证能见到你女儿。天呢，在我这儿。那你把它交给我。理由呢？我让他帮我去做件事情。合作这么多年，没有我，那也没有你的今天。老白，蓝天可以给你，但是把兄弟做件事儿，只管做。事办好了，自然还你蓝天。叔，帮我请他过来，做做客。真是这个人吧？嫂子，嫂子，我爸呢？你给我出来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
天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好，好，你帮我做件事，做好了，我就放了你嫂子。要不然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很简单，你按照我说的地址，把车开到哪儿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现在向着前面大道直走，到下一个路口右转。你现在超越前面的货车，把货车带来我这里，你女儿就可以跟你回家了。出示证件，来。哟，海哥呀，这么巧。哟，阿鹏，今儿你的班。对，今天我的班。好久不见了，海哥，最近都忙什么呢？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阿鹏，后边那箱货啊，也是我们的车。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吧？对呀。这样，等执行完这回任务，咱们海边聚。把你妈妈叫上，一起聚一聚。好久没见她了。好嘞，记得带上嫂子，哥。哎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喂，你怎么这么肯定？我妈后事都是海哥给帮忙办的。好。嫂子呢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你现在可以把蓝天给我了吧？一个毛头小子能让你大名鼎鼎的白狼这么牵肠挂肚，看来他对你不是一般的重要。白博士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蒙受您的爱戴，我独狼也算发了点小财。财归财，道归道，这货不见了，这事儿还真就过不去了。
不让你。相亲不如偶遇，你现在是我的了。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要回那个小子，出了镜，我会给你时间慢慢说，我会好好供着你。走。蓝警官 ，Nice to meet you。我女儿在哪儿？别着急，她现在很好。你是一个好爸爸。彤彤很可爱。我想收他做义女，你不配。可是我有肾呢，美洲的、欧洲的，还是亚洲的任何地方，绝对新鲜。取个肾，分分钟的事。你只要跟着我。我会在国外送你一套 big house， 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。你让我做的事儿，我做完了。我女儿在哪儿？我要带她走。已经被警队抛弃了，放着这么好的日子不过，图什么？就算我脱掉警服，我骨子里始终流的是警察的血，我就绝不会放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渣。好，正气。目标就在沙河谷，我们已经锁定了。看来你分析的不错，在医院监控里抱走彤彤的人就是独狼。男孩一定是受到了胁迫。好，独狼的尾巴露出来了。好，我们马上行动。可是，蓝海和他的女儿怎么办？这个你放心，在那边有我们的人。之所以一直没有动力了，是因为上面有更深的部署。我这就通知武警机动大队，配合你们行动。好。交易吧。就算我脱掉警服，我骨子里始终流的是警察的血。
快点，我没吃饭呢。 Ha ha ha!
心。彤彤到底怎么样了？同志们，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新鲜血液补充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队伍中来。加入人民武装警察是光荣的，但是光荣是来自我们肩上的责任。你们所面临的是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的反恐任务，我们要迎来激烈的战斗。希望你们继承前辈和先烈的光荣，肩负起历史的使命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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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山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我已经介绍他报名参军了，他现在已经是一名武警反恐战士。拉海不容，他一直在忍辱负重。长眠在这里的兄弟们，他们都是好警察，他们是共和国的英雄。我想恳求我们各级领导，我们社会各界，还有善良的百姓，更多一些关心我们的公安民警，他们太累。
白崇之，老实交代你的问题。